上你的当了。我就说吧，我不是孤身而来。哎，你偷袭！龙中秋，我再给你一次机会，说孩子到底在哪儿。我也再说一遍，你是得不到孩子的，要么你杀了我。好，那我今天就成全你。
孩子呢？孩子很安全，把他交给我。但我有一个条件。说。麻烦你，状告成王殿下，老朋友隆重就想见他一面，到时候自然会把孩子的下落告诉他。只以老朋友的名义。对，只以老朋友的名义。好，我相信你。